天音出来当和事佬，雪琪。李寻，十年未见，不要一碰面就动手。若真要动手，我们也不惧你。怎么，这是你青云门要和我焚香谷打起来是吗？过个招也能扯什么门派？既然陆师妹来了，我便卖给你个面子。我们走。 嘿，我是雪琪姐。十年不见了，你的武功更厉害了，一露面就吓走了李寻，不像宗叔叔，还咋咋呼呼的要比试，一点都不沉稳。切，雪琪，你们都到了吧？金宇他们呢？他们去死亡沼泽周围查探，让我来找你们，去村左旧屋会合。 东边确实有小部分万毒门弟子，但未曾见到秦无言和毒神，或许已进了死泽。长生堂的人很分散，而且伪装成普通江湖人，似乎有什么计划。对了，我还见到两个合欢派的弟子，估计金平儿也来了。魔教来的挺齐，鬼王宗呢？怎么了？ 其实之前，小凡他露过面。哼，出去也不带我，还不给我留点吃的，好饿。 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这么爱吃冰糖葫芦，就不怕有人下毒吗？平儿姐姐，是你吗？姐姐，真的是你啊！姐姐，这么多年了，你都上哪儿去了呀？妹妹真是越长越水灵，姐姐都快认不出来了。姐姐。 你也要去死泽是吗？姐姐做什么决定，自有姐姐的道理。
可是这里面实在是……别担心，姐姐是魔教三大公子里的妙公子，而且这次还有帮手，不会有事的。帮手是谁啊？小凡哥哥吗？妹妹，你并非正魔两道中人，无需牵涉进来，听姐姐的话，回于都去吧。我走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。哦，这附近什么都没得卖，还好阿相有干粮，吃点吧。啊，你吃吧，我有糖葫芦。糖葫芦，糖葫芦。靖宇，你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下？我来守夜。没关系，这十年当中我都很难睡着。为什么？每次闭上眼睛，我都会想起草苗村那些无辜惨死的百姓，就会想到如今沉沦魔道的小凡。其实我跟师父也时常挂念小凡，可惜他现在是鬼王宗的副宗主，身居魔教高位。现在江湖上都传说，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代鬼王宗的宗主。全天下的正道，都把他视作心腹大患。够了。假如有一天你面对了小凡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他现在已经沉沦于魔道，回不了头了。即便是正魔不两立，迟早一战。不管是他要杀我，还是我要杀他，我都会把他当作是我的兄弟。他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兄弟。副宗主，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，哎，你为什么那么讨厌秦无言啊？就因为当年他假扮严烈出卖老城主的事吗？哎，别忘了，咱们现在可都是坏人了，还没适应当坏人吧？坏人？坏人啊！咱们都是魔教啊，可不就是坏人吗？坏人就不能讨厌坏人了？哦，秦无言虽然已经投奔了鬼王，但是毒神还是控制着他的蛊虫。只要一天没有拿到解药，毒公子的阵营就不明确。哦，哦，听说啊，他师父毒神也已经到了死亡沼泽，再加上长生堂的人，这下可就热闹了。你就别去看热闹了，小心自己变成热闹。啊？不要惊动任何人，尽量避开他们。咱们的目的
只是拿到神水。嗯，可这地方也太大了，你还记得金光在哪儿吗？人王，我们已是许久未见了，有几十年了。你还好吗？浪迹江湖，游戏人间，说不上好，嗨，也说不上不好。那也未尝不好，放开心怀，畅游天下，这是神仙般的日子，也不枉你的名字里有个仙字。哎呀，你也不用羡慕我，你要想过我这样的生活，不难。老伙计，我和你不一样。对，你和我是不一样。你从少年时代起就对权力看得极为的重要，我估计你现在也还没放下吧？啊？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老了？我本来就老了嘛。哎，你倒是修炼得不错，你其实原本还可以。玩的事儿，想开一些吧。我记得我们都曾年轻的时候，在胡旗山下，你用天罡神算给我算了一卦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可是记得非常清楚。那个时候你年轻气盛，什么话都跟我直言。你说我的命格煞气太重，行可弃耳。如果没有解救方式的话，人到中年必定丧妻，膝下无儿。眼下看来，这都一一应验了。哎呀，老伙计，我们都是半入土的人了，我也一直有话想跟你直说。说，当初那些话，我都是胡说八道骗你的。我打小就烦看相算命的，我哪有耐心学这个啊？天罡神算自然是有的，可是我哪儿懂啊？我当时就是看着你年轻气盛、得意洋洋的样子，我气不过，我就编出了一套话。我想啊，你就别往心里去了，啊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不是一直都自负聪明吗？你说呢？我。想看看女儿最喜欢的地方，对吗？没错。其实碧瑶一直不太喜欢胡旗山。从余都回来之后，就常常说起山海院的繁花似锦，锦绣房的锦缎如云，还有这碧波清水，芳草皑皑。那你早知如此，你说你何必？你就别再让九泉之下的妻儿为你担心了，试着放一放，啊？我做不到你的豁达，没办法，这一世我是放不下了。不期而遇，得以见到老友，也算是难得的缘分。老伙计，今天这一见，就不知以后何时再会了，多保重啊。说的这么难过，我的日子还长着呢，我不想死。这倒是你的仇人比这胡旗山上的狐狸还多，你为你自己想想吧。啊，天涯路从来远，儿女意向来痴。天高海阔八万丈，芸芸众生尽匍匐。星万点，月正明，苍天冷，冷如霜。可笑万物如刍狗，谁为父与
谁翻云？这里沼气弥漫，可有路吗？不清楚。昨日我查探之时，隐约在外面发现了一道金光。本想着沿着这金光的方向一路寻找，没想到此地尽是参天大树。进来之时，便无法辨认方向。那你们修仙的不是都会飞吗？那你们为什么不从树顶上飞过去呢？这里瘴气缠绕，不断的蒸腾而上，我们御剑飞行的话只会中毒。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穿过这片森林，对于我们来说反而才是最安全的。我做鲁班渊过来时，曾远见云雾中隐约有一道金光，应该是在沼泽的最中央，咱们只要往中间走，应该就能找得到。哎，我看这样吧，我们步步为营，慢慢推进，等进入沼泽之后再找高处观察周围的情况。前些日子李寻传信给我，字里行间很是客气地表明要与我们青云门一道铲除妖孽。其实焚香谷的意思大家心里都心知肚明，这异宝若是被他们给得到，那么他们必然会大振声誉，只怕这正道领袖之位也有人想要轮着坐上一座。我料想这里异宝早现，但是还没有人得到，定是那死亡沼泽中凶险万分，焚香谷急功心切，便由他们去吧。只是这死亡沼泽内恶名远播，说不定还有魔教妖人在此，我们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务必相互照应才是。是是是是是，师兄。越往里走，怪兽毒虫会越多，大家小心。这是什么？蜜炼草，通常与有毒的马蜂相伴而生。这附近肯定有大量毒蜂出没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找到地方落脚。我们这就走吧。前面的路已经探好了，有一条小路通向林子深处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，现在看来应该是安全的。不如今天晚上我们就在那儿过夜吧。我总是觉得有人跟踪我们。这样吧，我们暂时分兵，金宇，我们到附近去查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魔教埋伏。我和你们一起去。我看这样吧，我们分头向东南西北查探，一会儿不管找到什么，天黑之前一定要回来，我们就在无底坑汇合。走吧。
师父，属下已经查到了他们的下落，大多是青云弟子，还有几个天音阁的，他们会在无底坑附近落脚，想必今夜会在那里扎营。好，今天晚上我们便去偷袭青云门那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，只要解决了他们，正道也就没有能力再与我们争夺了。可是师父，日前大王孙附近暗哨传回消息，似乎鬼力和秦无言两个人已经到了死泽附近，而合欢派的金平儿行踪向来飘忽，咱们不可不防。我又何尝不知呢？正道要的只是宝贝，而鬼王宗与万毒门要的却是我的命。那咱们该怎么办？事到如今已无法回头，只有在鬼王宗和万毒门的人马未到之前，先解决掉青云门那几个臭小子，然后全力搜寻异宝。一旦我们握在手中，就再也不用害怕其他三派了。小环，说了让你别跟来，你看看，这下还得让我分心来保护你。这鬼地方，你以为我想来啊？还不是为了找那个人，不然我来做什么？你不自己也说过吗？就算找到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不怎么样，我就是想再看看他，再问他一句，这些年他过得还好不好？哎，你不是说这是无底坑吗？坑呢？这不就是坑吗？这个死亡沼泽就是一个大坑，把我坑过来了，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哎，那林靖宇他们呢？要不我们去找找他们。哎，你呀，就好好在这待着吧，你别添麻烦就谢天谢地了。我们抄小路，天黑了，正好可以在无底坑过夜。李寻，怎么老是你啊？这可是我们新来的。周大小姐，你是不是把这儿当你家了？这儿可不是余都。李寻师弟，你们也来了。萧师兄，我焚香谷的信可否收到？怎么来了这里，也不告知在下一声，也好结伴而行，一起进入死亡沼泽呀。听闻死亡沼泽异常凶险，师弟们也想先来探探路。李师弟没等我们，想必和我们想到一起了吧。哼，既然碰上了，李师弟，燕红师妹，请坐请坐，不必介意。怎么还没回来？那家伙本事大着呢，别担心他。他会不会遇到他？嘘，不要再说了。想不到事到如今，你们还是跟魔教纠缠不清，千里迢迢，是不是又是为了找张小凡这欺师灭祖之徒啊？别让我碰到他，否则势必亲手结果了他。
你拉倒吧，就你还结果了小凡哥哥呢，你别被他一棍子打死了就好。你们青云门有史以来出了不少叛徒，先是苍松，又是张小凡，简直是蛇鼠一窝。最可笑的是天不义竟然包庇了那么久。李轩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当日通天峰玉清殿发生过什么事，众目睽睽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你李轩，你的心胸实在过狭，十年前鱼肚一事记到现在不依不饶，满腹旧怨，今天是不是一定要打一架才能让你心服？我师兄之前是看在陆雪琪的份上才不跟你计较，怎么着想打架来呀、啊、哎，大家都是同道中人，莫要冲动，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。曾师弟，我跟你说过什么？怎么又是你们？同道中人，哼，真是可笑至极。走吧。陆师妹，陆师妹，青鱼怎么还没回来？陆师妹，情况查探得如何？前面不能再走了，需要另找出路。北面全是被雨水浸泡的动物腐烂尸体，将这里变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，稍有不慎，一步踏错，便会被吸入无底沼泽之中。那东边呢？东边是你先前采那蜜炼草的地方，附近还有很多毒蜂巢，更是危险。南面是我们来的方向。毒蜂巢。那么如果我猜得不错，咱们应该往西边走。我们稍作歇息一下，等金宇回来我们就一起上路。是。阁下引我来此，是何用意？今年未见，过得可好？金平儿，居然是你。你是来找张小凡的吧？确实，这一路上我一直以为是他在跟踪我们。如果你再见到他，你记着他已经改名了，如今叫鬼力，不再是张小凡了。投身魔教连名字都改了。你们魔教这次来了多少人？来是来了不少，告诉你也无妨。如今教中人心离向，长生堂万毒门斗争不休，鬼王已经开始着手铲除反对者。他们具体会怎么做，我们也是控制不了的。玉阳子也来了。我若是你的话，就会回去看看同门中人现在如何了。既然还放在心上，又让我失敬，为什么不自己出来说句话呢？人生不相见，动如身与伤。东边来扎营，我只要点燃这个蜜炼草就能引来毒蜂了。真的吗？快快快快、哎、
走走走，我饶不了你。走走走，你给我等着。师父，你看这些正道中人怎么连个守夜的人都没有？哼，青云门那些个兔崽子心高气傲，青云一战之后，他们以为我们不堪一击，所以放松了警惕，不加设防，实属正常。上。中计了。玉阳子，怎么说你也是前辈高人，怎么尽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？你也不怕天下人笑话吗？什么名门正派，我照样在这里伏击我们，简直大言不惭。我等后生晚辈又出门在外，自然要小心防备奸邪小人的陷害，没想到这一等把你给等来了。玉阳子，青云之仇今日清算。给我杀。你们快走！陆师妹，穷寇莫追，这里危机四伏，我等又不熟悉，小心为上。你们怎么知道长生堂回来偷袭的？乃是陆师妹半夜心生提防，设下计谋引诱他们来攻。我在树林中找到一张纸条，纸张之字甚是熟悉，受此人提醒，救了大家一命。谁？提防戒备，你们先到一旁休息。是是。师父，您怎么样？没想到青云门那帮臭小子居然进京如此之快。师父，刚才若不是我释放血咒，恐怕这条命就要交代了。那我们作何打算？剑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待我运功调息之后，我们要进入到内泽搜寻遗宝。师父，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，但是现在我们一旦撤出死泽，也早晚得死在其他三大门派手里，所以不如就此放手一搏。死泽终年被剧毒沼气围绕，凶险不测，我看还是等天亮些咱们再做打算。
滚出来！孟姬呢？他去哪里了？前辈果然是眼光过人，小池站在暗处，您竟然也看得出来，当真是佩服。你如此残害我派同门，你那个老毒物的师父就不怕死后被天煞冥王打入地府吗？这么大的罪名，我们万毒门可不敢一肩担下。你还不出来吗？玉阳子，别来无恙啊。金平儿，我长生堂跟你合欢派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为何要跟万毒门一起落井下石呢？您老可真是记性不好，当年你潜入逍遥剑，杀我派弟子，夺我派宝物，你真当我不知道吗？前几日你知道我来了大王村，害怕我和你抢夺宝物，便派人杀了万毒门的几个弟子，又用万毒门的毒药毒死我派弟子数人。你这是想挑拨我合欢派和万毒门的关系啊？你怎么？要不是秦公子查出真相，我们还真是要被你害一道呢。能为金仙子效劳是在下的荣幸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你们两个早就商量好了，一起来对付我长生堂。没想到我螳螂捕蝉，你们才是黄雀在后啊。怎么只剩轮廓？难断。